帅气。不行。崭新的一天，出发！赶紧的吧，不然不堵车，忙来怎么办？出发！走啊，让人点穴了。我物价可贵了，我房东把房卖了。为什么呀？违约金也没拿着。凭什么呀？就凭他是房东。房东也不能让人搬走就搬走啊。我那个小区干什么？我让我爸把那小区买了，就租你一人。漂亮，我住幸福里，买一栋就够了。当真了？当真了？行了，我给你找一个靠谱的房东。哎呀，挑个你喜欢的房子。哎呀，我多想那点事儿啊。明天就让我搬家。那您先拿三万吧。什么？三万？嗯，好家伙，你是不是穷疯了啊？这三万块钱能买多少辆电动车，你也不知道吧？行，碰瓷儿碰我们相声演员头上了哈。师哥，这钱咱不能给他。你们先安静安静。这一个电动车三万，是不是不太合理啊？合理。这辆电动车。它不是一般的电动车，它风风雨雨陪了我三年多了，就好像我的亲兄弟一样。多少个夜晚，都是他载着我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；又有多少个夜晚，都是他载着我奔驰在无人的街道上，无怨无悔、不离不弃地陪着我。今天。你撞断，不不不，是我的兄弟。你撞断了我兄弟一个后视镜，就好比是你插瞎了他一只眼睛。你觉着三万块钱多吗？没错哟，兄弟的眼睛是无价的，所以三万块钱一分钱也不能少。嗯。老板，有两百块钱，一分钱不能少。给我打人！这会儿你说这个干什么？我花钱了。哎，这会儿怎么那么小家子气呢？对不对？你俩干嘛呢？所以，那200块钱就给他们免了。师哥，咱们报警吧。别呀，报警干什么？千万不要麻烦警察叔叔。你们要实在不愿意给这钱，咱们可以商量商量。这还商量什么呀？明显看出来敲诈嘛。不，这怎么能是敲诈呢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如果说你们要听的话，一分钱可以不用花。撞了我的车，咱们也是一种缘分。你们能不能让我在这儿说相声？来，兄弟，岳哥。哎呦，还挺阳光，还挺朝气，坐。坐这儿吧。嗯，你最讨厌的词儿。我最讨厌。对。我最讨厌富二代。哟。真的。真的。我真的特别讨厌富二代。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富二代。对。你爸爸是真的很有钱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还好吧。还好。还好。就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这我确实是想。酒店。五星级酒店还是什么？哎，就正常三星四星，准备开一个五星。啊。对。很多吗？酒店？我还北京、大连、辽阳、深圳、上海。那你为什么讨厌富二代呢？我觉得有这么多酒店，肯定是富二代啊。对。就是我觉得挣钱嘛，挣钱自己挣，自己挣自己花。对。
就跟家里、哦、还可以孝敬老人，对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特别讨厌富二代这个词，而且眼睁睁现在也挣钱了，也能养家、哎，对对不对？嗯，好吧，挺好，挺真诚的，嗯，希望你有一天摆脱这个词儿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兄弟，嗯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谢谢月哥，谢谢月哥。下一个，南京德云社。好怀念。我上次在这演出是多少年前？忘了。您应该是2014年左右了吧？不能，要不就是2013，不能，不能，还得往后。您好像没怎么来过吗？一期吧。好，不聊这个。哦，好嘞。那个，来人，有请第一位师叔。Hello， 老朋友，老同学。今天哥哥带你们去团建，就是去玩去。就是玩呗。对，哥哥帮你们准备了很多的项目。但是呢，去之前要有一个小游戏玩儿，啊，就是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，最讨厌的词儿，对，就别人一问到你，或者是别人聊天的时候提到这个词儿，你会觉得很难受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就那种，你写的劲爆一点，是写这儿吗？对，长得显老算吗？长得显老，你多大？26啊，40几。显老。嘿，看我们师兄弟这字儿一个个的啊。写什么？哎，来，撅这儿。撅这儿，撅，把屁股对过来。那不行，屁股对屁股不好看。滚！你看到了他写的了吗？大哥也没看着，我没看着，真的没看着。行，我相信他。行。我不捣乱，我实在没看着。别跟他们说你写的什么啊。哦。有请下一位师叔或师大爷。聊聊天。你跟我聊天，我感觉就没什么好事儿似的。你觉得自己粉丝多吗？不多。不多。对。不多。比如说秦霄贤拥有10个粉丝，你觉得你拥有几个？2个。那你高估自己了。就是我觉得我在秦霄贤面前就拥有就2个。因为我并没有觉得跟你的实力差太多。并没有跟我的实力。你走，你走。我不想走。导演，我讨厌他，你走。我就在这聊一会儿。其实我觉得你挺综艺的呀、啊，兄弟。之前那几期怎么总是差点就被淘汰，总是垫底呢？岁数大了，我没发现现在观众都喜欢年轻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要向烧饼学习。烧饼在这个节目里，他总是那种不要脸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。我觉得。但是烧饼也是年轻。他不年轻了。他90后。90后。但是他没有流量啊，这倒是真的。来，这样，兄弟，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，好吗？好、啊。形容我这几期在节目当中的遭遇，就用一个字来形容，特别恰当。好、啊。情。惨字怎么写？那边怎么写？餐。哦，一个餐架的餐是吧？漂亮，我觉得你今天会赢，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。好啊，握手吧。喊下一个。
直在这儿呢。你知道我谁呀、啊？你废话。你把摄像机给我试。我就看着一张，我就看着一张鹤伦的惨，这期惨了，今天太惨了，真的太惨，不断的说这个词儿，吓死你！太惨了，惨死了，张总。来，你写一个，这里没有埋伏别人的，不，不是流程不用走了吧？不用了啊，我都知道。你录，你录，会吗？录着呢吗？录，行，你就绷着，别掉地上就行。为什么讨厌别人说这个呢？不是，因为我闻了半永久。漂亮，现在你真的，你越来越会了。我会超过你吗，哥？会的，会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咱俩今天结盟，行行，干他们！太过瘾了！来，有请下一位师叔。嘿，阿炳。哎，这是啥情况？今天带你们去团建去玩去。哦，咱们是旅游。我看你的面相，你下期会拿第一。哟。真太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玉器啊，这对词儿，最讨厌的词儿，最讨厌的词儿。嗯啊，行。哎呦喂，兄弟，这比较，实话实说，这挺扎我心的。不好看，就扎你心。你是觉得自己好看吗？就是起码来说，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不好看。我可以是那个，就是我可以是那不好看的，但是你别说。对，就是你别说我啊。就我确实有点明白了，就我穷，你别说我穷。我不能说人家我不能说人家不好看，我应该觉得每个人都有好看的一个点。嗯。啊，还有说你的点可能在心里。坚持上面，我的脸可能在讲。冲镜头正经笑一个。把一个你认为好看的姿势冲镜头。哎呀，就是平常就随意一个眼神就觉得很帅了，已经。好嘞，好嘞，平。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你也很好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是我觉得大家伙都好看，但你不能说我不好看。嗯，行了行了，没事。不好看，你就是不好看。那你也不好看。咱俩有必要互相 diss 对方吗？可以可以。我说 beef 了，咱俩有 beef 了，我跟你说。怎么样？过瘾不过瘾？他就是不好看。你回去吧。我跟他聊。结束，太过瘾了。哎，这大鸡是谁呢？有请下一位师叔。来，兄弟，岳哥。哎呦，还挺阳光，还挺朝气，坐。坐这儿吧。嗯，你最讨厌的词儿？我最讨厌。对。我最讨厌富二代。哟。真的。真的。我真的特别讨厌富二代。打心眼里讨厌这个富二代。对。你爸爸是真的很有钱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还好吧。还好。还好。就家里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？这我确实是想。酒店。五星级酒店还是什么？哎，就正常三星四星，准备开一个五星。啊。很多吗？酒店？我还北京、
大连、辽阳、深圳、上海。那你为什么讨厌富二代呢？我觉得有这么多酒店肯定是富二代啊。对。就是我觉得挣钱嘛，挣钱自己挣，自己挣自己花，对，就跟家还可以孝敬老人，对，对不对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特别讨厌富二代这个词，而且眼睁睁现在也挣钱了，也能养家、哎、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，挺好，挺真诚的。嗯，希望你有一天摆脱这个词儿，好吧？好，好了，兄弟，嗯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谢谢月哥，谢谢月哥。下一个。有一个问题，某一个词儿是扎到你的心、哦、你要把这个词儿啊写出来，考验别人说你这个是吧？对，是真的臭。不是，那都之前了，那会儿十七八那会儿青春期，就扎我心的词儿，嗯，谁也别逗着玩啊，或者正事儿啊，说我走了我不干了，嗯，这个词儿是可以说是后台很忌讳的。好，来写一个你最讨厌的词儿。交换生，交换生，对，他们说我是二人转的交换生，就老说完了能给我弄回去了怎么整？想不想回去呢？不太想回去。哥，杨九郎，我们的师兄弟啊，非常的帅，舞台的功底非常的棒，好了，咱们不废话了啊，也没得夸了，也没得夸了。那个现在是这样，嗯，让你写一个，嗯，你认为你不爱听的词儿、嗯，就扎你心的词儿、哦。有的时候呢，别人一提，你可能一笑而过，但是你心里呢会咯噔一下。嗯，写下来。好，讨厌这个词儿吗？就扎心，真的，真的。其实有啊，哥，但您是没扎过呀，哥，因为这个。我小扎，小扎不过瘾，喝完了，投进去啊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写的是什么，您也别跟别人说。你放心，我这就说。好嘞，那回去吧，拜拜，喊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杨文，哎，你看。今天咱们玩一个小游戏，大爷。嘿，好吧，很刺激。来，哎呀，老综艺。这个，您认为您比较不爱听的一个词，戏子。哎呦，旧社会对演员的蔑称。是的。嗯。什么无情，什么无义。对对对。嗯。不舒服，不舒服。通过这期节目啊，大爷，可能你把这个词儿又提起来了。这个不是我提的，我只是普及一下。得嘞，那您辛苦大爷。得嘞，咱们一会儿去玩啊，大爷。啊，嗯，哎，好。这屋还是很亲切的，很亲切。哎呀哈，这期节目我想带大家去玩。增进一下感情，你们一直感情都很好，干嘛要再增进一下？更上一层楼，嗯，更好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嗯，甚是得体。您下一句就不要再说了啊。那好的。那个师傅，您最不爱听的词儿，坏了，不认识了。这叫雅落是吗？那字念俗。啊、哦，雅俗还、嗯、相声的最高境界叫雅俗共赏，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。如果单纯是雅的人喜欢，你不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；如果只是俗人喜欢，它也未必多合适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是行内行外各行业的人，其实对咱们在雅俗方面有很多的评语。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哎，谁要跟我提雅俗两个字，我就会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。我师傅写的这俩字儿高度他也挺高的，知道吧？今天这个游戏里估计够呛能有人提起这俩字，是吧？嗯，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改叫月雅俗。那完了，我别改。师傅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还完没完？您今天要多写点。为什么呀？给我们这几个师兄弟呢，每人写两个字或者写一个词啊，说一下我们的缺点。于老师就别写了，这必须得写。于老师那我这写一地都是。嗯。
岳云鹏的缺点是吧？可以改进的那种。其实现在啊，咱实话实说，你还真是没什么缺点了。哎，嗯，哎呦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嗯，我给你编一个缺点啊。嗯，对。叔，你看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真的呀？真的真的。嗯，就这么多年，我们就骂着过来了，就是突然间就。突然间得到认可了，突然间长大了那种，哇，天哪！嗯，这眼泪那么快掉下来，不是演的，哈这是什么命？挺感动的，那个感觉。真是现在没有什么大毛病啊！一个郭麒麟，一个岳云鹏，其实我。就是没夸过，因为大林也是在我印象里基本没夸过，嗯，多好也得骂，嗯，所以说去年演牛天赐，我到台上去抱了他一下，就哭得不行了。说一个你现在的缺点吧，啊，嗯，饮食不能老吃饺子，注意营养均衡啊。好嘞，嗯，酒量其实还行。不要那么唯唯诺诺，唯唯诺诺哈不好。张鹤伦是不能再胖了，他是不能再瘦了，因为我外甥来了。嗯，还有吗？行了，今天都设计的怎么个玩法？我要带他们去划船，带他们去漂流，带他们去足球，反正很多。我跟你大爷，我们俩也漂流是吧？漂流，一边漂流一边踢足球。哎，对。得了，那我们很早啊，出发。